是我。我戴上了眼镜，四处流浪。我曾经等过你，因为我也相信。你说，牛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。你坐了两天两夜的车，就是为了到这个地方来吗？你这又是何苦呢？白大哥，公司事那么多，那么忙，我不是让你不要来找我吗？你快点走。是我，你跟我一块走好不好？你不要再躲着我了，好吗？真的，我不想再让你为我这样了，你快回去。这儿条件那么艰苦，你怎么可能承受得住啊？你自己在这边，我也很担心的呀。他是谁？姨父，这是我公司老板，然后也是我那个男朋友。男朋友是什么意思？姨父。对了，白大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姨父，我过来就是来找他们了。啊，姨父。你好，你好。辛苦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们先去做吧。好。姨父让你进屋里坐，说你辛苦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行。好，那我们进去坐吧，师傅，走吧。师傅，这位是大姨吗？大妹姨在这里。白大哥，不是，这是我堂嫂，她才31岁呢，不能乱说。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说韩语，对，不怎么，他不会说韩语，哦、听不懂。不好意思哈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姐姐你好，啊，来，这，他让你进屋坐。哦，好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，行，啊。谢谢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苏玉昌。哦，谢谢。当所有想。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，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，这来的去的给的捡的算一种褒奖，风吹草低见惆怅，抬头至少还有光。是我。繁华中睡在刚刚姨父他们在里面，我也不好意思说，最近一直不回我消息，让我好担心呢。还好有叔叔一直在跟我说你的情况，现在我终于接到你了，待会儿你就收拾东西跟我一块回去了好吗？既然下定决心来这边了，那我一定是要在这边做些事情才会回去的。你真的不用担心我的，倒是你一路舟车劳顿跑这么远的地方来见我，说句实话，我见到你的时候我非常开心也很激动。你快回去吧，公司这么多事情这么忙，求求你真的不要再问我这样了。你也看见了，这里有姨父一家，我在这边我们可以就是他照料着，完全不用担心的，快回去好不好？师傅，这边海拔有4000多米呢，你看那边还下着雪，条件太苦了，你在这边待不住的，不要任性了，跟我一块回去好吗？你一路这么辛苦，先去吃饭吧，姨父叫吃饭了。